杯不着火。纸杯，七寸圆盘，蜡烛，烧杯，向圆盘中倒入约100毫升清水，点燃蜡烛，将蜡烛放在圆盘中心上，向纸杯内倒入约200毫升清水，将纸杯放在蜡烛火焰上加热，纸杯不会被火点燃。实验原理，纸杯可以烧水是一种物理现象，它们之间存在热传递作用。在一个标准的大气压下，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，而纸的着火点在100摄氏度以上。烧水的时候，水不断从纸杯上吸收热量，即使水烧开后，水的温度也不会再升高，只会以水蒸气的形式蒸发，从而使纸的温度达不到着火点。